中央天下开启全新一天，观众朋友们早上好。早上好，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《朝闻天下》，欢迎收看。今天是2016年10月3号星期一，国庆假期的第三天，现在呢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。我们首先来看时政要闻，继续国庆特别节目。谁不说俺家乡好，高铁建到家门口，旅游带着无人机，这些原来想不到的变化，如今呢就是很多人的日常生活。那么家乡还有哪些变化，有哪些让你意想不到呢？谁不说俺家乡好，我们一起去听听你的、我的、他的好家乡。用家乡话介绍一下，像美国人或者当地华人介绍自己是怎么说啊？我们新疆好的很。最近回去是哪一年？我3年以前吧。那最印象最深的变化是什么呀？变化就是说，哇，大家都是暖气都是中央供暖，我觉得非常重要。对，原来都自己家烧高炉，我觉得一个不卫生嘛，还有一个对。全部都现在哪里都是，对，哦、所以我觉得，因为新疆冬天很冷的，对，这一点我很高兴，因为我妈妈岁数大了嘛，哦、所以如果有这样暖气充足的话，他们身体会保养得好呢。